加油，孟顺。对选情有信心吗？当然有。一声加油喊得大声有力，仿佛打入一剂强心针，要喊进侯友宜心里。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同场侯友宜，两人把握机会窃窃私语，难道是在讨论如何继续拉抬中南部选情？一步一步来，逐步的化解很多他过去面临的问题。他民调稍微回升呢，也就是因为化解了过往的问题。民众渐渐的认识他，也认为他是一股真正稳定的力量。侯友宜近期民调爬升回暖，但想选赢2024，泛蓝势力大团结绝对是关键。何时能出手帮忙整合地方？王金平这样说：机缘一到，当然我们要尽这个心力，因为还没有整合好。如果整合好的话，那当然我刚才讲的就一气冲天。我们都会团结在一起，一起面对所有的挑战，勇敢地往前走。侯友宜近期狂跑地方基层，积极向前拼，就是要让蓝营逐渐归队。我们的团结力越来越强，那对侯友宜的支持度越来越高。那如果我们按照民调的情况啊，大概目前有意见的大概只剩一成多一点。2024之战要顺利上位，侯友宜加速地方整合脚步，就盼整合越来越顺利，声势一飞冲天，逆势胜选。记者谢宏儒、李玉璇台北报道。